嗨，我是 Coffee C。今天的视频主要来跟朋友们讲一讲有关中职舞蹈表演面试中教案撰写的方法。首先，我会介绍教案的撰写模式。第二，我会举例填充部分内容。最后，我会强调教案撰写过程的注意事项。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教案是一节课的大致环节与上课思路的体现，是课堂的书面展示，因此教案的各个环节应当完整全面。必备的环节主要有一标两点，也就是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与教学难点，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部分的省份还特别要求了板书设计，为了清晰，我在这里将其表格化。这里要特别补充两个环节的内容。第一个是教学目标，根据新课改后的教学目标，都应是三维目标，即一、知识与技能；二、过程与方法；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虽然日常上舞蹈课时，我们很少这样去制定目标，但在面试考试时，应注意规范、标准的去撰写。第二个要补充的是教学过程的具体环节，应写明导入、新课、巩固、小结这几个环节，让完整的教学过程一目了然。接下来，我来填充表格的部分内容。以教学目标为例，第一，知识与技能目标，也就是你想要学生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比如讲授民族民间舞方向的，可写让学生掌握藏族的基本动律；再比如古典舞身韵方向的，可写让学生学会踏步位。第二，过程与方法目标，指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学生学会，比如通过示范法、练习法让学生正确做出踏步。第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实际上它是教学目标的一种升华，比如讲授民族民间舞方向的，可写通过学习让学生深入了解某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再比如古典舞身韵方向的，可写让学生深切感受古典舞身韵的魅力，激发其兴趣。最后，我来强调一下撰写过程的注意事项。首要的是时间限制，教案撰写是在备考室里完成的，总共有20分钟，在这里建议大家最好在10分钟之内完成，剩下的10分钟用来对照教案，在脑海中逐一演示一遍上课的过程，尽量不要在进入考场后即兴发挥。第二，实际考试中备考的教案纸并非是表格化的，只会是一张这样的白纸，这就要求朋友们在书写时一定要注意分类清晰，字迹工整。最后，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板书设计，并不是每个省份都需要板书设计的，但艺术学概论的考生一定要进行板书环节，而板书的内容不宜过多，一般只需要将课题名称写在黑板上方的中间位置，最多再罗列好几个重点知识，大家一定要灵活处理。好了，教案撰写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有需要教案模板或考生原稿的，可以小红书找我。下一期我们将来讲解答辩环节，请朋友们及时关注。